还要来看到5月2号，卓西乡卓西村黄仁和和儿子黄家龙在山上发现了一只黑熊不断挣扎，父子惊觉应该是黑熊，于是赶紧通报黑熊妈妈黄美秀，及时将误触陷阱的黑熊救了起来，目前伤口也都修复良好，而近日也将会野放。而林务局是为了要感谢族人的通报，6月6号办理了今年第一场的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自主通报表扬会。到卓西乡卓西村黄仁和与儿子黄家龙在山上发现一只黑熊不断挣扎，父子惊觉应该是黑熊，赶紧通报黑熊妈妈黄美秀，及时将误触陷阱的黑熊给救起来，目前伤口修复良好，近期将会野放。林务局为了感谢族人的通报，6月6号办理了今年第一场的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自主通报的表扬大会。我们卓西的布农族人很重视我们这个黑熊，整个黑熊的保育。那第二个就是知道要通报，及时通报，我们这个通报系统能够很完整的达到这个功效，让我们在整个濒危物种台湾黑熊的救伤能够达到及时的一个功效。那必须感谢各位大家的一个帮忙。黄家龙说，目前部落都有在做宣导台湾黑熊通报的机制，所以当时一发现黑熊马上二话不说就跟着父亲说一定要通报，也呼吁族人多使用改良式陷阱，永续与保育类动物共存。在狩猎这个文化，其实我们也可以配合现在的林务局在推广的这些这个山猪钓的部分捕兽夹，那其实这个狩猎到黑熊就会大幅的降低，这样也可以确保我们在共生共存这样子。林务局2021年1月1号起推动了濒临物种及重要栖地生态服务给付推动方案，将给付标的分为濒危物种生态服务给付以及重要栖地生态服务给付两大类别，而在2022年10月纳入了黑熊物种。有的时候不免会用一些陷阱啦，或者是钓子，对不对？这个我们也了解，但是要拜托大家，我们现在有在推那个微电网，所以可以来申请跟林管处或者是跟县政府来申请，政府呢有补助3/4，那如果是果园的话，很适合来装这个微电网。花莲林管处再一次的呼吁，如果发现野生动物受困，请即刻拨打林务局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930，或花莲县县民专线1999，动物就能获得及时救援。如果不慎误捕或是误伤保育类野生动物，只要立即通报协助救援，就不会被救责。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